网络体坛快讯，聚焦体育热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游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自由者运动。湖人在周一晚间力擒老鹰拿下4连胜之后，获得了一天的休息时间。但是即便是没有比赛，关于湖人的消息还是报道的满天飞。其中就有一条非常搞笑的，在打老鹰时完成补篮暴扣的丹尼格林，在赛后被要求尿检了。而在面对媒体的镜头时，他就吐槽联盟怎么不去检查一下湖人的23号去呢？他比自己大3岁，几乎每一场都要暴扣，自己好不容易扣一次篮就要被尿检，自己十分的无奈啊。此次大胜老鹰，科比的助阵也是相当的鼓舞湖人众将，毕竟民宿坐镇，球队没有道理不用一场胜利来欢迎吧。因此丹尼格林在第二场还剩下不到20秒的时候，就上演了一次精彩绝伦的单手补扣，这一勇猛的动作也是让在场的球迷们送出了欢呼和喝彩，毕竟他飞的是真的高。而就是因为飞得太高了，联盟怀疑他是否服用了药物，所以格林在采访时就表示自己十分的委屈，因为本赛季开赛这么久了，自己这才是第一次扣篮，但是詹姆斯呢，没事就在场上暴扣，也不见联盟对他展开尿检，这实在是有些让人想不通啊。而格林此番拖兄弟下水的言论也是让球迷们乐得不行，并且还调侃称不对23号展开尿检是因为他暴扣的时候已经跳得不高了。好了，本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点击关注我，带你了解体坛各类资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